我给你加点料，再来一点，哎，我都失败，我自了，这次一定没问题。宋可扬，点房子呢？我受不了了，快走！走啊！宋可扬，你干嘛呢？我做饭，就上次那个蓝焖饭。 就是这样研究出来的。什么？混了！本来想给你做顿大餐庆祝一下，结果还是失败了。这个也是我做的，你将就一下吧。宋可扬，我谢谢你，是你陪我度过这一劫。 是你让我从悲伤中走出来，我谢谢你。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这个朋友的。因为我的卡卡，让你循环经历每天失去至亲的悲痛。小小，对不起，但剧情还得继续。起来，小小，你必须陪我去临安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是陈家班的班主，你一定得振作起来。如果你想把陈家班的傀儡戏发扬光大，咱必须去更大的地方去完成你师父的遗志。更何况是你说的嘛。我们是朋友，既然我帮了你，那你也要帮我。 之前啊，我跟你说过，我的梦想就是去临安，到一个最大的舞台上，一鸣惊人，讲我琴师的故事。你骗人吧你？骗你干啥呀？你不信，你给我等着。当啷当啷，当啷当啷当啷当，听懂了吗？这个琴音啊，是在说。 宋可扬离不开刘晓晓，<笑>那我也可以。答案是啥呀？听得懂吗？哎，你小心点儿。哎，你站好了。宋可扬。啊。 刘晓晓说：“嗯，好，什么好？红扑扑的小脸蛋儿，你好可爱呀！”嗯。 过山河画卷，心有大志，都唱影子，对月清许愿。我喝酒，你喝什么酒啊你？心中花无言，与你举杯尽欢颜。在那里，晚夜风吹破了我心结。 师傅，小小好想你，可不可以快点回来？师傅，小小，你要照顾好你自己，陈家班以后就靠你了。